随着《奔跑吧》的播出，鹿晗和迪丽热巴所组的陆地夫妇深受大家的喜爱，他们的互动也让许多网友纷纷成了 CP 党。很多人都以为跑男是两个人的初次相识，其实早在两年前的《我是证人》首映礼上，这两人就见过面。作为主演的鹿晗和杨幂是铁定出席的，而在当时的首映礼上出席的还有杨幂工作室的成员。当年的新闻报道以及现在迪丽热巴的贴吧里，还有当时迪丽热巴出席首映礼的信息汇总楼，而鹿晗的贴吧有着同款的信息汇总楼，所以在当时这两人就已经碰过面的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同框图，看来当时确实是不熟悉，估计也就是一面之缘。不过没有想到两年后两个人再次在跑男相遇，制造了这么多的甜蜜瞬间。不管这两个人会不会假戏真做，只说两个男帅女靓，站在一起就配一脸。 Oh baby baby